对吧？我们现在灵童系列讲完，就讲墓穴、天上、桃夭。那桃夭的话呢，就是长得很桃啊。那武器是大扇。所以现在卡住了吗？就撞墙。这样可以符合你的提升。那我们这边就有橙色了，我先把橙色给升起来，冰橙色比较好嘛。